China， 你要玩 GTA 吗？因为好像十点差不多可以玩。问题已经是人了，人不是问题。上个 WC 一下厕所型观众。OK， 我就把标题改成 GTA。表情大笑。这个 BGM 好听。先进好戏，
哥又默默的守在 RC 爬积分。阿表情无解。我又没人表情。来去看各电子，嘿嘿嘿嘿。我觉得这样玩会不会悲剧啊？哇，这样玩 GT 会不会悲剧啊？
好像会 GG。 所以要开吗？看你啊，看你啊。那、啊、玩咖啡你要不要玩？看你顺不顺好，我先看我顺不顺啊。我不顺的话，我可能要改笔电了。那、啊、笔电有一个好处是我可以用视讯了。原来现在有双飞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！不小心撞人了。
第一人称为卡蒂丹呢？喂喂喂喂喂喂，张嘉玉可以说话吗？
喂喂喂喂喂喂喂，嘿。好，那我就一个，那我就唱独角戏了。
有声音吗？好像有声音哦。哎，乱转。马铃薯安安。哎呀哎。哎，所以你是叫糖霜吗？还是因为上次好像有印象？你都用第一人称哦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有 GTA 吗？哦，我们现在好像缺两个人。
岁哦，我是唐双。哦，来来来，唐双来来。搭配 VR 是怎样？哇，这阿嬷带我们去郊游。我有 PTA， 但我很雷。话说延迟有点高，延迟有点高，就是这样的。等一下，我自己看我自己。不然我把那个 OBS 调高一点。哎。OBS 已经调高了，等一下。嗨嗨，早安。早安，早安。哎，小鱼早安啊。哎，我的画面是卡的吗？可是我看起来觉得还好。哎、欸，真的会卡嘞、欸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我试试看用游戏截取啊。我都是用把玩具，你们暂停，我的瞄准设定就会被改掉，我开枪打人就会慢，你们很多表情大笑，原本手法都是半辅助瞄准，跟你们用滑鼠底下落，真的假的？人画面卡顿感蛮重。是不卡，但是这边打字上去到你回话延迟很久。是假的？看我，我开车我都看到车子会到车里。真的假的？是啊，我是说现在画面是不是延迟？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延迟。哎、欸，还真的有延迟哎、欸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早午餐中表情大笑。目测延迟超过一分钟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上次我在老 K 还说我几乎都只玩车而已，表情大笑。这样有比较好一点吧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玩潜伏开始啊。有好多了，有好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它延展画面就。啊，大家都开赛车啊！啊，那我也开赛车啊！哎，哇，有点难开，好热闹。哎，对，哎嘿，哎，我追不上，追不上 China U 哎。川哥安。哎，安来安来。我是川地区。甩过头了。叫大妈的。我以为这是浪漫跑车旅，其实不是啊。这么说，表情大笑，不知道您的名字。什么东西？靠，我的心智已经是千年老妖了，你知道吗？川哥，我也用一人称。哎，那你走不走？累累的。我靠呀！随随便便都可以撞，靠呀！哎，这过头了，过头了！好，从另外一边上去。千年老妖。对啊，我有没有说我是考古学家？全
没办法，这才是真正的那个全境封锁。哦，我以为是在玩全境封锁。哎，阿曼你也戴面具有那么滑稽啊？我好像都没有戴、欸。阿嬤开车要小心了。原来我是左撇。得躲起来。哎哎哎哎！这个欢迎大家来雷我们啊，反正就是 GTA 雷台这样子。哇，全男玉背后不知道怎么了。你全家都千年老妖，全家都千年老妖。哇，并不是人人都能当千年老妖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《倩女幽魂》里面也只有一个叫做黑山老妖啊。以前好像有那个什么烟火发射器，那个烟火还可以杀人了，天啊。哦哦，原来是 China U 在一起玩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我有把烟火发射器 FP。 啊，真的假的？欸，你要不要一起玩啊？现在缺人啊。那个全富银行抢完就可能一直都在玩全富银行了。
这雷不雷不是重点啊，就是重点是大家能够一起玩是一件好事啊。好，贴一下我的那个，贴一下我的 ID 好了。怎么被收回了？什么东西？怎么被收回了？你们要用第一人称过程讲解。我知道这是有个成就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是想要破这个成就啊。没锁视角啊，啊，要锁视角是不是？是两个人无聊罢了。哦，对，是要锁视角，然后完成这个抢劫，是不是？这个成就是这样吗？哇，第一次出任就抢全服，哇，天天都是第一次，这样。哇，那个求好友加加。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找乐趣。对。表情大笑，烟火发射器。哎，那个人长得好像你啊，去哪里？捷径过后好像被收回一次，真的假的？哦，看得不是很清楚。说什么？捷径过后好像被收回一次，真的假的？我、哦、当车手、欸，那个，锁视角才有成就。啊、哦，锁视角才有成就，哎呀！而且好像要全破才有耶。啊，这全破才有，哎呀！好恶心，非常恶心。我的还在说，你的还在说什么呢？你还在说，在说什么？啊，就一起解成就啊，那就这样吧。现在骑脚踏车，靠，我也要骑脚踏车。干，我要骑脚踏车。那天好像只有加老 K 马铃薯皇上，我好像没加，表情大笑。我在讲，来加一下。干，全然遇见骑脚踏车，我也要骑。啊、哦，要骑个脚踏车哈。我的烟火发射器还在。看起来又几车手太饿了，看不下去。手太饿，看不下去。平平安安。哎哎哎，哇、哎，这好危险啊！
表情大笑语。哎，那昨天皇上有玩那个 GTA 哦，那个 Yellow Up 胖，YELLOWUPON。虽然我是比较需要他们宣传，但是我也未来这里推广一下，就是那老 K 台跟皇上台其实都不错看，然后有时候观台的时候也是会看他们的台的。那我通常都是六点到九点啦，所以我跟他们台不会重叠的。哥哥，我脚踏车都快骑到了，你还没出发？看我还拿我才在车库拿脚踏车哈，几点了？看这是一个悠闲啊！哇，要不然枪弹用你骑到的时候再载我就好了，所以我就一个慢慢骑啊。看，我们就全程。我天天在帮女生打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这么厉害？哇，真是太感动了。哇，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来载我？哥哥，哎，靠呀，怎么突然卡住？等一下，好，需要试出一下机。两天没去皇上台了，不知有没有变化？不知道哎。再来继续改 GTA 的歌，改好再上去练车，等一等。真的假的？你断了？看我断了，刚要我断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断了。啊，哥哥，不好意思哦，网络有点问题。爆了，断线了。看，跟老 K 一样雷耶。断线了。再来一次。会不会我不在的时候出现血战队中二型的人出现？应该是不会吧。看皇上会不会更失智些？最近都有出现啊。哦，他们没在我这里出现啊。那血战队没有在我这边出现啊，应该不会怎么样啊。不用看就知了。要不然全来又哦。好，再来一次好了。要不然枪弹路，等一下，你开那个锁视角了，我来解一下成就啊。看那个 VR 是不是要来买一下啊？觉得啊，听说老 K 也要买 VR 哎。啊，哥哥，我要你啊，哥哥！血战队最近不是开始伪装知名实况组？真的假？怎么伪装知名实况组？怎么伪装？
我对于第一人称的游戏没什么兴趣。我在讲。有很知名吗？盯着你看。好，那没问题的，那就这样开始吧。我抢劫海卡逃狱。我在抢劫海卡逃狱，叽叽。要不然等一下枪枪又给你开啊！我是已经全部都破完了。我只吃一个血盆。真的假的？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其他的吗？什么东西？他血痕不是带头的吗？大概他一人分饰多角。真假的，这么有钱啊？哎，靠呀！这我干嘛？只是想骑个脚踏车而已，干嘛这样？看了会想点他。全男友不要这样啊，人家是恋恶心善的、啊、不是。人家那个看一个人不要看他，不要光看他的外貌、啊、对，你要看他的，你要看他的内心啊。好，我们 China U 也是很有磁性的一个人，声音也是很有磁性，然后他心地也是很好，不能这样说他。进度卡逃狱、哦、对啊，我是说，对啊，你就，哦，是哦，哦，所以你没办法开全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知道了。要不然就让陪你姐啊，算了，就去陪你姐那个逃狱啊。你、嗯、逃狱到哪边啊？你是逃狱是最终阶段吗？还是哇，哥哥你没事开个灵车出去干什么？哇，他骑超快哎！哇，差点都拿枪出来。如果是人妖王就算了，比人妖王还要难看，哇，这我告诉你啊，人是人他妈生的，妖是妖他妈生的。那、啊、如果人跟妖生那个生的，哎靠呀！哎，说错话了，不好意思。如果人跟妖生出来的东西叫做那个，就不是妖啊，是人妖啊。哎，你走不走？你才心地很好，你全家都心地很好，你全家都心地很好。没错，我家真的是心地都很好。哇，这贪吃蛇就不说了，那个只有老黑把这当贪吃蛇，我这是当电流狙击放来玩的。看我一次就巧妙过关了。飞得老远，表情大笑。穿了黑金点名句出现了，女孩 XX， 你全家都 XX 出现了。哎，双精英是什么意思啊？
全男鱼都喜欢解别人的任务。看门狗二等正义。看门狗二等。哎呀，我才刚送的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一个失误，不算不算不算。三连鱼还没到啊！马铃薯，你的标题日期？标题日期啊，还没有改，不好意思啊。两只都精英，98盯着你看。啊，请按 F 5，请按 F 5。啊，没有啦，我是从昨天一直实况到现在，其实你会发现了，没差啦。你是没在重视这个的。在巴哈开台没关系吧？充人气才是要去巴哈开台，我这台不需要充人气啊，不好意思。昨天也不是98号阿表情大笑。都是上星期六的实况皇上视角过到老 K 视角。被发现了。但我在抓他们，抓他们精华，准备有空来那个。哎，靠，忘了拿钱。不是直接走就好了吗？我只是记录我自己游玩的历程而已。这个有没有人看？我是觉得随意。马铃薯 JPA 的账号是。我上面有写、啊，那左边有写。你要不要也加一下 China U 啊 ？China U 就叫 China U 吗？
干！是怎样？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你还说你双精英？又要重装是不是？又要重装欸，好嘞。看怎么找到我当车手。原来 China 也会有雷的一天啊。好啊，加加，欢迎欢迎。你自己生日该不会正六月九号吧？那个是乱打的、啊。你一定觉得我，你一定以为我是84年6月9号出生的，其实我是乱打的。那只是我一个账号而已、啊。哇，那这样的话好像才几岁啊，才22岁啊，哇，太棒了，哇，安安我才刚大学毕业哦，哇，其实我已经很老了，是双精英啊，哇，是双精英。跟第一人称无关啊？那假的。哦，所以第一，你也是第一次玩第一人称。改歌成功等于等无关。改歌成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人加我吗？没有好友请求啊。32岁是怎样？这就是一个魔法师的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是 Flat Apple on the Sporting Double V。哦。听你的对话，今天 delay 1分钟耶。真的假的？请问 T 台的包新账号是多少啊？他不新。啊，新账号我左边有写啊。我连 Steam ID 都加了，都加上去了。哎嘿嘿，现在又不是普通的雷耶，就说这个开真的第一次角的话很难的、啊，超难的。
欸 delay 一分钟，你是说什么 delay 一分钟？没关系，我有时候也是业障重啊，啊，什么都是，啊，什么都是假的，看不清楚。太基斯和雷神派 China 于什么时候会成功？好，等一下，我加。哦，有看到，等一下。到你看到的时候 delay 了一分钟。啊，这实况本来就是这样啊。delay 一分钟已经算是很该怎么讲 ？OK， 都加了。哦，都加了。看，我觉得我钻的有点久哎。好的，等我结束之后就把它加一下。哇，这样我们就好多人了。跟老 K 是8秒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应该是旧电脑，所以可能会比较慢一点。哎，还是 China U 啊？那个，我们来接你的那个逃狱好了。因为现在貌似好像已经够人了。哎 ，Black Echo 也离线了。这是要有技巧的。过头。也加了 XP。好，等一下指定我等一下会加。啊，终于，成功了。啊，快是全拿一文。终于通电了。哎嘿嘿嘿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我的声音调小一点。喂，等一
下，好吧，声一调大声一点，把 IC 声一调大声，快啊！没有 IC 调那么小，喂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那边还没上车，真的假的？还真等嘞。那我加一下视频好友啊。嘿嘿，圈了圈了，你在干嘛？好，加他们游戏好了。那个你们可以进那个 RC 群，可以一起聊天的，就是这样干嘛？哎，为什么 China U 都不会动啊？ China U 是什么？ China U， China U， China U， 嘿，嘿， China 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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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来看。然后回来了。安安。哎，安安。哎，靠呀。哇啦。哎，枪枪雨，你看，哎，喂喂喂，哎。结果来一堆警察 XD。
幽居幽居大荣。一早上包裹收不完。啊，这假的。哎，你要开声音吗？全来有。我没开吗？哦，你有开，你有开啊。哎，所以现在要干嘛？就是要解你的逃狱吗？我的逃狱就上礼拜的进度啊。真的假的？哦，那不然这……哎，那要给老 K 解吗？还是怎样？哎，现在好像负一还负二，给我看一下。哎，死掉了。不然我随便开个抢劫看看好了。哎，啊，前男友怎么了？人不够吧？人不够也还好啊。可是你们怎么都……我已经腰了。啊，不然打电话叫美丽威瑟好了。哎，三宝哎，还是我走在马路上。哇，马路中间没有人，那个没有人会不撞吗？美丽威瑟。教用品，还没有可攻击。要用什么语音？要用语音，看我那个资讯有 RC 啊。你有 RC 吗？还是用客词都可以啊。我的话用 RC 的话比较方便啊。
OK。大鱼，那小川哥你都不过来，你过来一起聊啊？哎靠呀！哎！谁啊？谁？哎！哇，这灵车好帅啊！啊，川川你怎么了？爆烂！我想到我一序还没解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，我等你解完再说。我先去随便玩一下，靠呀，靠呀。那我开局吗？可以啊，正眼你开啊。哎呦，跳车了，跳车了。等人到齐再开好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 ，OK 啊 ，OK 啊。全男友在干嘛？安安，哎，是天片管理员拿照。川哥一整个见色忘忧，我是没差，反正这也不是这个也不是我创的、啊，我只是帮我来照一下，来照一下川哪有啊。为什么造成这样？哎，你哪位？哦，我去开直升机好了。去开直升机，表情无解。会不会说话什么东西？哎，川男友怎么一直开着灵车到处走啊？川男友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又没干嘛，怎么会见色忘友？哦，这个是川哥哦。
但川哥，你怎么不玩？怎么不赶快玩 GTA 啊？你赶快买个显卡。来开台看看，再抄我的笔电 FC。呵呵呵呵。哇，天哪！哇，这个装这个要怎么买啊？要怎么放在自己家里啊？买啥？叛乱分子啊！哎，感谢那个林神虎的追随啊！是有卖用说的阿表情理解。哦，我说叛乱分子啊！你们没事吧？都在 RC 里面，为什么不用说的呢？看我有时候会忘按中键啊。你还好啊，你还会按啊？我是说那个 China U 啊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哦，可以一起玩，可以一起玩。前男友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妹在家不好开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哎 ，Vincent， 这个延迟太久了吧？好，那没差了，那个，反正RC 有收进去就好了。是啊，我是说我在看你的实况，我延迟好久哦。好，那个没关系，那我们私底下玩顺就好了。那是因为我电脑的关系啊。可恶，居然有妹妹！可恶，居然有妹妹！醒醒吧，你没有妹妹！醒醒吧，你没有妹妹！醒醒吧，你没有妹妹！阿舅有空。看，我现在家里完全没有人，有时候就是很寂寞。最感神！昨天回家，今天收一堆他的包裹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该不会他的电话放在桌上，然后他才一个小时没回来，然后那二十几通未接来电呢？哇！我是 Zero Gunfire。哦，可以开抢劫，可以开抢劫。哦，这是一开始吗？还是？哇，那个 Black Apple 没办法要。好，不然 Black Apple 下场好了。苹果玩无所谓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个Black Apple 是，我可能还要帮我妹买饭。哦，真的假的？ Black Apple 一整个匈奴夫妇一整个匈奴。Black Apple 是糖霜是不是？那糖霜有要玩吗？
对啊，我也全破完了。干，我是真的不会玩哦。我是真的用第一人称在玩，第一人称跳伞我还不知道怎么跳哎。如果 RC 可以出声音的话就出个声啦，啊不行的话就用那个就用打字的这样。哎，苹果上线了 QQQ。 八七分。哎，没有他载我。
好，现在是要等那个联络人啊，联络人应该是这台车哦。好，现在就赶快逃走。那不能在那边久留，因为他那个，人马会越来越多，你没办法把他全部打死，除非你是战神这样子。等我一下，
准备完成啊。啊，这是一个铜牌。哎，强强鱼还要玩吗？啊，应该不会玩一玩就中离了吧？啊，我有点卡欸。要开场。那个场子的话让那小云开好了。干，我是宕机耶。唱歌都不讲话呀。重开一下电啊、喔！不是，重开一下电，那个 GTA。
要玩战国无双 Lux。哎，你们现在都在同一个那个 Let's Party， 靠猫 Baby Let's Go Party 啊 Party 啊，那个，哎，你们是在同一个战局里面吗？巴沙拉。对，同一战局里。好，那我们那我加你们好了。澳洲比同。哇，这是一个澳洲比同。刚刚宕机，然后重开这样子。
好，我现在去那个采石场。啊，采石场就是骷髅把冲进去好了，这样子。好，冲进去把人全部杀光，这样子好了。哇，好像快到了。怎么来控制？哎呀，很难控制哎。哎，这开车技术，我是第一人称开枪，这样开车我会有点难打。很难瞄啊。哦，这更没办法瞄。哎，靠呀。打死了。
你要那么执着。结束了。靠，那第一人称机枪真的很难打哎。哈，全来又是白金。不排斥 China U。叫我妈，我在看妹子实况。没有说你白金啊。